巴婆从布鲁克林游轮码头下船以后上了公交车，坐了三趟2个多小时来到了法拉盛中餐馆啊，点了一只道口烧鸡。来到法拉盛，满街都是中国人、中国货、中国字儿，哈哈，好像回到了国内的某个小县城儿，哈哈哈哈！哎呦天哪，看一下啦。很凌乱，很嘈杂。哎呦，怎么会那么多的人呢？在这里好像不用说英文吧？哦呦，这个摊都摆的街上来了，人行道上来了，看一下。纽约法拉盛，哎呦，东西很便宜哦！这是一个超市，门口呢有买这个荔枝啊、红毛丹呐、花生，哇，典型的中国味道啊！我们继续看一下吧。好贵了，咱们就这样子拼了哈哈，高级餐馆，哇！看一下，哇，这是富士苹果啊！到处都是中国的面孔，哇！哈哈，感觉不到是在美国呀。上海青豆腐啊，西洋菜、韭菜、笋子，这都好久没有吃过了。还有蒜苗，哇，还有什么？台山菜花，大把的中国货呀，拍不完呐。这个取款机这么脏这么旧，居然还能取钱。炒山楂啊，天津糖炒栗子，都是八婆爱吃的，在我们南方吃不到呀，没有这么多的中国的小摊儿。哦，剪发的阿婆也该去剪一下头发了这是印度人吧，这啥人都有。对面是一家香天下火锅美食广场 OK。 哎呦，到处是垃圾耶，脏乱差耶，怪不得人家说法拉盛是纽约最脏乱差的地方。哎呦妈，这个车子也在，摩托车也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的。购买送大礼，哈哈。人工高，真的20年没有。OK，
这还有十八秒啊！到处都是中国话，中国人。哎呦，真是摩肩接踵啊！这路边还有买榛子的，我天哪！啊，自己家包的吗？啊，自己家包的粽子。哦呦，旁边就是地摊呐，这个什么板栗糊、番薯，我天！哎呀！好家伙，你不好意思，他不好意思。哇！这么大的声说话。好了，太阳。水果到家了。哎呦，啊，按摩店、足疗、香薰、美容、拔罐、刮痧、修脚。哦呦妈！水果到家了。还有叫卖声。今天多少钱买一个啊？哎，这是自己挖的吗？对。哦。哈哈哈！今天就是拿3块一磅，3块一磅，对，3块钱一磅。OK。二价，高血压技师，高血压技师，医疗报告员，免费收摊。嗯，八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这种光景了，真是大开眼界呀！哈哈哈！我天哪！这些都是些廉价的便宜货哎！哇，天哪！就在人行道的两边摆满了摊。啊，还有驾校，还有婚戒，哈哈。哇天哪！哎呦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法轮功吗？哈哈，法轮功在发这个宣传品，哈哈。路边的油条、红薯，哦，又是法轮功，哈哈。这又是什么日本的店儿？哎呦！哎呀，你觉得那里交了多那么久，拿到每一次？哈！阿婆好像啊。西安名翅啊，里边肯定有肉夹馍、凉皮儿。这是什么啊？卖鱼的鱼丸、鱼丸、熏鸡、带鱼、熏鸡、带凉菜，中国招牌耶！看一下，哦，这么多的广告牌。真是回到了国内耶，这全部都在店的外边人行道上摆着。这个福州鱼丸店，熏鸡熏鸡，哈哈，两块两块两块了，大家快了，大家快了，我天哪！这就是法拉盛哦，两块两块了，前面两块五块五块钱了，
们回回来。要不要吃？来看一下啊，它真的很好啊，真的刚刚下来的。这还是美国吗？简直就像是中国的农村里边的大集市哎，哈哈。差不多已经被中国人占领了。台湾美食，这街边的这些敢吃吗？哎呦妈，阿婆有点怕怕。整个大街就是中国人的自由市场啊！哎呀，这里是主办的，但是明天是5月20号，就是我爱你的情人节。Oh my god！ 今天我跟你讲，这两家餐馆，一个是温州特色，我会把所有的视频连在一起发布给你们的。然后这个是温迪丽，他们都支持温迪丽，给他们支持温迪丽，你伟大的宝贝，支持我们的温迪丽，我们也支持商家，伟大的温迪丽，只要当选6月15号，6月25号，我们伟大的华人就成功了。哎呦妈！哎呀，感觉都不正常了。长沙臭豆腐哎，妈的，整个街道都摆满了摊哎，这个走路都是麻烦。Do you look what? Chinese. America. Yeah. Here is American or Chinese? Queens, New York. USA. Look like Chinese. Look like Beijing.